他的沙瓦一罐，我就开始打电话给那酒厂。你就喝喝看，这 whisky 一般来讲它比较辣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叫尼姆把那些全部灌光。好，他已经带机了，身体很累而已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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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赶快赶快！千杯不醉嘛，也没有到真的要千杯啊，反正就真的不会醉吗？然后 VS 就是这边我准备一盒就是醒酒的药，听说是如果你在喝酒之前先喝了之后比较不容易醉，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对照组跟千杯不醉组吧。欸，小姐小姐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哦。一般来讲，这个环节在开始的时候，不是应该先介绍来宾？对对，是没错。哦，我忘记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一定是有事先偷喝的。你要喝喝看。喝看一口就好了。哦，喂，到哪了？哦，好不辣哦。好，哦，那要到了，那要到了。差一站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已经在等你之前已经准备要开车了。这是纯麦问题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哎，大家好，就是我今天呢，是因为主持人忘记，所以我自己跟大家自我介绍，说 I'm Kazuya， 一个台湾本土的职业摔跤选手。是啊，那我是这个喜天哦，那这个现在是专门在卖电脑的，买电脑找喜天。然后我是维特，我是养老鼠，台湾养老鼠维特，好不好？耶，yeah. ！对，好，很高兴今天你如果邀请我们来这边。没错，我是觉得他完蛋了，我是觉得他完蛋了。对，那等一下你要不要继续说明一下你的规则？哦，我觉得我跟维特吃这个。我先讲啊，就是先在这个前面提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讲不了。喝酒啊，喝酒这个东西是喝身体健康的，其实千万不要拼命的灌酒，这真的蛮危险的哦。各位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最好要吃两粒吧。他完全没有刁我们的意思。他完全没有刁我们的意思。真的哎。先，尼如，今天啊，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酒呢？哦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有哪些酒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。这些酒，我怎么都看得都这么高兴啊？怎么看得这么高兴啊？那你要不要常来？我直接住这。OK，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叫尼如把这些全部灌光，全部喝完，千杯不醉。今天这边的酒真的很赞，而且很多的这些酒啊是目前台湾比较少看到的，比如说口碑 Blue， 就是这个是神户的 Whisky。然后还有这个富士林，就是那个伏击高年的那个 whisky， 这个是纯麦的。他好懂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卡子亚来就对了，因为他很懂。再来就是，你知道在台湾呢，啊，有些酒现在是看不到的。对啊，有一些我觉得很不错。因为这些酒，这个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拍这个企划？你没有代理吗？就是他们家现在在卖这个。哦，是哦。对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对，就是我们现在他其实是在帮自己家里做个广告。你们家有没有缺行销企划，或者是49元之类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有缺，你要来帮忙，好，就是你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这么多支，卡姿雅有没有什么推荐？我们从哪一支开始先出？那如果我推荐的话，当然是从威士忌开始啊。boss 啊，轻松一点，比较轻松一点。我知道这个，就是低酒精浓度的清酒，只有8%。在第一杯下去的时候，哎，先闻味道之后就要干一下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哦。干个，干个，来来来来来。我会不会等下睡着？来干干干。有没有无酒精的清酒啊？没有，那就不叫清酒。无酒精的清酒就不叫清酒，叫清。那个叫水，叫清水。那现在看到酒是不是都很害怕？明天我们喝东西是要喝开心的，好不好？虽然说你妹妹已经来救你了。等一下换他吗？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脱。你跟他长很像，是不是？你跟他长很像吗？尼如，你不要叫你妹出来啦！尼如，不行，他跟你讲不行。喂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Hello。对，我们也是初次见面，大家好。空藏的酒真的好好喝。哎，其实这个啊，它酒精的味道刚刚好。对啊，
然后又有点甜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带甜，但不呛。它鲜甜。这支好喝。这支好喝，而且因为你有去。心悸了，尼乳，你还在吗？在，你还在。你说，尼乳，我们现在要玩一个游戏，我们要讲一个这最丢脸的事情。我们要讲，我们每个人要讲一个这辈子最丢脸的事情。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啦。真的吗？你是说包括现在吗？现在也还好啊。我听到我的心跳声很大声。那你可以跟自己对话。帝王引擎。不行啦，我觉得我现在还很清醒，我只是反应比较慢。那就是不清晰，那就是不清晰。帮我找一下空藏好不好？空藏啊，我们把空藏系列先全部喝完。对，这边这里这个熊挺空藏。有多一个女生讲话真好，可以不用讲话。你不要放空，还空藏大音量。我们这个干杯，我们这个会被黄标吗？大家被。其实还好啊。哦，要讲一句话，就是我有单子，就是要讲念一个东西。好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念。酒制广告或促销规范如下：应明显标示禁止酒驾，并应标示饮酒过量有害健康或其他警语。OK。饮酒过量有害健康。如果说你不想要变得跟尼如一样的话，尽量不要喝酒过量。谢谢各位。没错没错。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什么啦？饮酒过量。哎，你现在完全放松，感觉很状态很不好。你现在你知道现在这个状态，如果以英文来讲叫什么？Chill，来，我们下一个。我有点想念我妹，一如。你想你妹干嘛？每次一直喊她妹的名字，这一段到时候可以卡成一个。一如，嗨。啊？这一段我真的听不懂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停一下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没有把它喝完。你知道酒不能养金鱼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喝。我也觉得，然后再来，它是有果香。我们现在要下一个清，我们现在下一个清酒也是空罩的，因为我们下一杯要来了。对，山田井哦，山田井的。你为什么要边哭边笑？你在哭？你是在哭啊？不是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是想到妹妹的是什么？我想念我妹啊！妹，赶快来！妹，赶快来！你姐，你在想你，你快过来抱她一下，赶快过来抱她一下。抱了，好，都给你抱了。他在，形象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你妹在啊，你妹在。他在这里，他还好好的。还想他吗？痛。我以为他想谁，我刚有他在笑，不是，我刚有他在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然后结果一回头，他吴小妹。而且他做响之前还停顿一下，我以为你们家有谁是对找老长辈的嘛之类的，这样是想你妹，然后他人就在旁边而已。我想说，你妹怎么了？你妹他哥不理我，还有他哥不理你。我们加速一下好了，我们这个喝完之后就喝威士忌，可是红酒不要喝了，红酒不要喝了。我觉得他不要喝了。我们喝了，他不要喝，因为我们有对照组嘛。那我们没来。不要。我们还有维特啦，我们毕竟今天主题还是把它做完。对，我真的觉得他不行。我们还有维特，可是他好笑，他很好笑，他是已经很好笑，他好笑。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不勉强你喝，他没喝也是很好笑。状况 OK， 你就陪我们喝一杯，好不好？他状况不 OK 的话，这样他状况不 OK， 人家觉得你 OK， 你喝水好了吧。对，我们倒水，这边给你，来，我们这那这样子，我想到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装是这是酒，我装这是酒，然后再来，因为我刚刚都是我们在讲话嘛，人家试着你自己带一下主题吧，带一下主题，试一下，干杯，干杯，对，干杯，他现在有，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非常有一种那个年代感，你知道什么叫年代感吗？就是我们现在是 Windows 10，他现在 Windows 95。那种感觉，他会稍微等一段时间。有一个噔，有一个 Windows 很特别，它比电小三就有。然后那个 IBM， 然后它的滑鼠不是像大家一样触控板，是在红色在电脑上面。没有，我知道他说的啦。IBM 其实 IBM 呢，他当初不是 Windows， 他不是 Windows， 对，他当初是 IBM， 他在 IBM， 所以他说的那个东西是 IBM。没有，那是 Windows 吧？没有，不是，那是 IBM。光大小，没事，光大小，两万多。我们共用一台电脑，没有啊，哪那么容易哭啊？哪那么容易哭？骗师，把刚刚那个画面再做一次。想念我妹啊！这
真的很可爱。黑人问号，迷妹，你不用在这边帮我们推销迷妹吗？不过他这件事情是认真，他炫耀很久，他一直跟我讲说他你妹很可爱。快把头发拉给大家看。不用，没问题，我觉得 OK 啦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棒。我刚刚进来已经踢到三分。那我今天那个，我们先讲一下，我觉得其实这一支又味道不一样。我觉得这是酒精偏重一点，重一点，而且它比较酸一点点。对，比较酸一点点，稍微酸一点点。这一支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会比较烈的人喜欢。那上一支其实甜，那第一支是比较甜，对，第一支最甜，第一支最甜，然后第二支是米味很重。好。我们现在目前呢，就是我们营养系的酒都已经喝完。OK， 我们来请每个人再会评鉴一下。如果说今天由你来一个人喝的话，你最后会选哪一支好了？八趴。我手在抖哎。你手在抖。好，你选八趴的原因是？那个比较舒服。好，因为它是美酒。OK， 那喜天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一支是我觉得可以真的一个人可以喝完。我也喜欢这支。真的，这一支可以喝完。这支真的喝完。这支真的。它真的好红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那么红？你怎么这么红啊？哇，订阅吗？60几万。哇，超红的，很快就破百了。对，很快破百了，好不好？才100万 YouTube， 好不好？现在很红。那维特，维特，你觉得哪一支你特别喜欢？嗯，我正要选了，我觉得还是属于那种像美酒系列。哦，所以你也喜欢那一支，跟他8%一样。我不喜欢那个酒精太重。啊，其实如果社交。OK， 然后他们两个果然是一个对照组，吓到我，因为他要上社交场合的话，这就是适合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都适合的。对，因为社交场合，如果说就是大家需要一点酒助兴、聊聊天的时候，那一支是可以适合的。对对对，那苹果嘞？我刚刚说了，我刚刚选这个。他也选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喜欢这一支的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进入下一个环节？哦，我觉得这一支我们他开始主动推酒了，不错。冰酒哎，冰酒。这支是冰酒。其实我不知道冰酒到底什么意思，但是就很好。怎么那么透明啊？它不是红酒哎，它是冰酒，它是冰酒，可是没有看过这么透明的啊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坚持就是有它的特别的地方，说不定就是因为它的坚持。哦，这一家酒厂哦，300年，300年酒厂，你是说里面的老板300岁对不对？你还记得？哇塞，老妖孽！哦，你看到他是头发很白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一家的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我去他们酒厂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做仰卧起坐。兄妹经营的，然后兄妹很，我就想说为什么来的人是一个女大学生，外国人的大学生 ，OK， 然后跟另外一个男，他哥哥长得很像电影明星，那个哥哥长超帅，但是他竟然有小孩还有老婆，那就没事。那跟这罐酒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他40几岁，他40几岁是不是？我在想是不是喝酒然后年年益寿，年年益哦，喝酒年年益寿。喝酒可以养颜美容啊！那个现在妹妹在外面嘛，你就不用入境。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个品酒，在品酒的过程中有发生什么趣事？好笑的，还是他本身就很好笑？他本身就很好笑。他对，他说对啊。所以就是，其实他在家里面跟有喝酒没喝酒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对对对，好。哪有？他要哭了。他等下就说妹妹都不听我。哎，你真的不要，你真的不要。天哪！你怎么可以转这么快？对啊，我自己都觉得好莫名其妙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先喝一点好了。我也觉得，我们可以先喝一点。我先喝一点。啊，先喝一点。喝一点压压惊。一点点而已。好，你喜欢的，好，你喜欢。这好香哎！这个味道闻起来就不太……就是白葡萄酒啊。哦，这好喝，真好，我觉得好喝。嗯，这好喝。抖了一下。哎，这个真的好喝。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。对，这也算梅酒了，咸甜咸甜梅酒。来，有点。看我妹可爱。哎，我现在已经想到这个标题要叫什么。你如酒醉，真酒醉实录。那个时候 Capsule 根本没有怎么。他原本讲那个什么千杯不醉那个标题太弱了。对，这不吸引。我觉得要直接叫酒后吐真言。然后现在问他说，哎，你最喜欢哪个男性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安妮。哦。帅。如果是可以发生关系的男 YouTuber 的话，是哪一个？女 YouTuber 又是哪一个？如果你喜欢喝酒，然后你是 YouTuber 的话，你可以联络我。然后，如果你是餐厅什么的，也可以联络我。OK，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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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可以拉我，你要不要拉我一下？你把那个电拉好。你需要吗？你帮我拉一下。我先，你拉着我，拉着我。好，来，再一个，这样舒服吗？大小姐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有人不行了。可是我是清醒的，思考为我还是知道了。他已经待机了。没有，其实觉得清醒的人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对镜头讲一次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也觉得清醒。哦，那你肯定不是清醒。我只是身体很累而已。我觉得你要猜一下。然后情绪不对。等一下，你猜。那个片师，他笑得很爽。片师帮我一个忙，他刚刚说你在对镜头讲一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思绪是清楚的。把刚刚他大哭那个地方，真是有点我妹啊！只是我情绪不能控制，跟 OK 身体太累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宝宝你醉了。其实我懂啊，没醉，我懂。进身体很累。我像现在这个今天计划，我非常感谢你有要来。然后，因为他一开始的计划是说什么千杯不醉嘛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话，标题应该是要改了。OK， 准备收尾。好，我们要快结束了。等一下，你收尾一下。我们这要希望你明天的话，记得留言、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、追踪我 IG。然后，如果你是经销商，你是有开卖酒的，或是跟酒有关的话 ，OK。如果你是这个酒厂的经销商，或者是你是喜欢喝酒的 YouTuber 的话，在底下留言。还有餐厅，是。在底下留言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！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江哥，来吧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好，那你要把那盒给我，那盒给我。事实证明，这个真的没什么用。不会睡着吧？